105年度永续 Arduino 硬体健身计划捐赠暨启动仪式典礼开始。那感谢各位来百忙之中抽空前来观看这场启动典礼。那本次的这个启动典礼呢，是由我们花莲县政府教育处以及佛光大学、真理大学和花莲高工以及军医教育平台以及 S4A 社群的众多热血志愿教师筹组而成的一个建制计划。那我们这边硬体的建制部分由我们县政府采购，出资采购500套啊，军医教育平台捐赠约200套的，就是各位现在桌面上看到的 Arduino 的主板含13组周边感测器的部分。那会后的时候就是开放我们县内学校申请使用。那今天与会的学校就是我们之后这边教育处审核的一个排序的依据这样。那这个硬体的部分会搭配我们的教材制作，由我们县内选出来的一些课程辅导的教师录制教材，配合军医平台，将我们的创客课程上网供花莲以及全国的师生公开学习。那首先我们就先请我们教务中心主任林国远校长为我们说几句话。老师，还有各位校长，还有与会的嘉宾，大家午安，大家好。好，今天很感谢大家就在百忙之中参与今天的这一场这个捐赠仪式。那我想，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时代随着科技的进步，有越来越多不同的风暴，包括说未来我们会遇到的像机器人，还有物联网，它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它就是下一个世代的主要的产业。那我们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帮国家培育人才。那如果说未来10年后的产业会集中在机器人跟物联网的话，那我想大概媒体上都会讲说STEM 是这一些部分是未来人才的需求主要所在。 SA 就是科学， T 是科技， E 呢就是工程， M 就是数学。那如果说未来的就业市场都会集中在 STEM 这一块的话，我们今天就要在教育的现场埋下这一个小小的种子。那我想今天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我们透过 S4A 社群的协助，还有军医教育平台的帮忙，那我们把所有的资源汇结在一起，那产出了桌上的这一些 Arduino 板，大家可以先拿你起你手上的这个板子来看一下，感测元件也可以拿起来看一下。你会发现那个焊点跟这个一般你在市面上看到的不太一样。为什么焊点不太一样？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哦。因为这些焊点都是老师们还有志工伙伴们利用假日的时间在花工帮小朋友们焊出来的。换句话说，这个是纯手工的制造版的哈。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从设计就是 S4A 社群帮忙这些感测元件的设计，还有老师们，还有社会的志工们到花工去帮忙把这些感测元件焊上去，就是焊好。那我想透过这样的一个协作，其实我们也呈现了就是未来 Maker 这一块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协作。那不管是 IoT 或者是这个机器人协作，其实都是我们在教育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我们今天希望透过这700套的这个元件，到各个国中小区，让小朋友现在开始学会动手做，学会发现问题，然后自己解决问题，然后透过 Scratch 跟 Arduino 的操作，让他了解哦，原来这件事情并没有像他想的那么难。那甚至于他有兴趣以后，会成为10年后会成为台湾非常重要的人才。所以我今天要在这个地方借由这一个机会，感谢就是所有参与这一个活动的伙伴们，包括这个佛光大学、真理大学，还有 S4A 社群、花莲高工，还有军医教育平台。那有大家的这个合作，让今天这一件事情能够非常这个圆满的达成。那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未来希望把这700个种子撒出去。那事实上，我们花莲县教养中心在这件事情上已经默默的在进行，包括说我们在南区已经争取到2个点，一个是在太平国小跟高师大的一个这个创客的基地的合作，
那我们也争取到国教署450万的补助，在利用国中将会设立一个制造者设施中心的示范学校。那希望借由这一系列的活动，慢慢的往下扎根，让我们花莲的孩子能够在创客跟 coding 这一块提早接触、提早学习，面对未来这个世界的需求。那再次感谢大家，参与今天这样的一个盛会，也祝福所有与会的嘉宾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美满，谢谢。那接下来我们请课程教学科科长，科长客气哈。那我们接下来请S4A 团队的贵宾松山工农的苏恒成苏老师跟大家说几句话。好，大家好。今天好像只有我一个是外地来的哈。那真的要感谢花莲啊哈。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大家都来帮助花莲。然后，帮助这些比较需要帮助的地方。那其实啊，就我实务上的角度来看，并不是这样子的。啊，在座有一位邱老师，啊，在座有一位李老师，啊，那其实啊，全国的老师啊，受惠于他们做的教程，啊，所以各位，即使人在花莲，各位也不要觉得跟大家很遥远，在网络上大家的距离都是很近的。那今天这样一套材料啊，这个设计的是张师傅工的吴志文老师啊。那整个计划的发起是佛光大学的许慧梅老师啊。然后接下来整个案子接手的是真理大学的纪中文老师啊。那这个网络上还有许许多多的朋友啊。那我们会选花莲开始，就是因为花莲真的有特别的地方，它值得做一个开始的地方。那后续我们会希望把这样一个模式推广到其他地方。那只要有希望只要大家愿意，我觉得这个世界一定会更美好。那各位可能觉得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一套硬体啊？现在教育部一直在推运算科学嘛，对不对？那其实运算科学对中小学来讲最重要是要看得到摸得到，那其实中间比较重要就是实际演算。那透过这套工具的帮忙，让小孩真的看得到摸得到，他们学习会更有效率。那在这边东西到各位手上，接下来就是要靠各位才能够让它发光发热的。感谢大家，谢谢。谢谢苏老师。好，那我们政网中心邱文胜邱子密为了今天的捐赠典礼特别设计了一套用这版设计了一套简易的程序语言那在搭配我们这个65寸的这个触控萤幕实际各位现场与会的嘉宾实际在萤幕上面体验简易的脱衣的程式，就可以让这个板子做到很多不同的事情。那我们这边先请我们教务中心主任林国远校长以及邱子密为大家说明如何去做这个部分。虽然与会的老师已经开始在玩这个规矩我想，但是应该有一些新的伙伴，我们先请文正解释一下他这个什么叫做 Scratch， 他为什么可以透过积木让国小的小朋友就学会 coding 这一件事情。好，我想各位在座来的校长、主任、老师们哈，大概会今天会来，就是因为今天有参加、有签名的、有照到相的哈，上面有你的。大概我们在播那个零件给各位的时候，会是优先顺序的第一考量哈。那Arduino 设备现在教育处已经准备了500套，那我们第一期完工了有220套，那另外还有280套，期待各位之后我们会办焊接延期。那请各位再一起来参与哈。那Arduino 之所以为什么现在会这么的流行哈，全是因为有这个 Scratch。那 Scratch 因为各位可以看得到这个界面，都是中文的，而且是图形化的，而且是可以拖拉的。好，所以写程式现在不用学 C 语言，不用学语法，不用学复杂的什么资料结构等等都不用，就是。这个积木你喜欢哪一个积木就拉哪一个积木出去，然后只要把它结合在一起，
好，结合在一起，它就是可以执行的。那也是因为这次典礼的需求，我们就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启动的程式。那等一下我会大概说明一下哦，上面有一个 LED 的灯条，那这个是RGB 的灯条哈，所以等一下有三个单位哈，教育处跟军医跟SCA 社群哈，那我们这三个颜色就是分别代表不同的单位了哈。然后，所以等一下你摸它的时候，那个单位的灯就会亮起来，然后会有一些效果哈。那这个部分待会我们会请那个校长跟科长这边，还有我们 SCA 的代表老师会来操作。那我们是不是就解释一下一小段逻辑程式？那程式逻辑。哦，好。那一块就好，移动来。移动来，来吧。这段。啊。这一段哈，这个叫做角色。我们现在写程式，跟以往不太一样了哈。现在是完全用李安的角色去切入，就是你是一个导演，用你导演的这个角色去要求你的角色，这个都叫做角色。然后他每个角色他会有程式，就是他能讲的台词，他要做的事情都是在程式里面。然后他也会有各种不同的，可能会有不同的造型，就是他切换要哭要笑。要活要死要走路的样子哈，那个都叫造型。然后它会有台词，台词就是音效的部分。那所以你只要有这些东西之后，那你在程式里面，你是导演，你是李安，你叫他笑他就笑，你叫他走他就走。好，如果你没有叫他走，他绝对不会走，就这么简单。那我们只要把你想要做的事情把它拉过去组合在一起。那这边有十种类型的积木。好，那所以看你的需求啦，需要处理外观的，我们就拉外观的积木过去，就是这样子可以组合成待会各位看到的效果。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大灯泡，这个灯泡是110伏特的市电，就是我们外面那个插座的电哈。那虽然这个板子只有5伏特就可以运作，但是它也可以控制你家的家电。好，那所以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示范。好，那我简单讲一下哈，以这一段来讲哈，这个绿旗呢，就是所有程式开始的地方，就是这个绿旗，也就是李安讲的那个 action 那一个，对对对，就是那个动作哈，这个就是 action 的动作。那下面接的程式呢，这个隐藏代表它这个图案，好，现在是这个角色，这个角色一开始的时候它会先藏起来，所以一开始你看不到它，然后它会移到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大概是在中间的位置。然后把 size 变成零，就是缩小到看不到。好，然后所以它会先藏起来就对了。然后之后轮到它出现的时候，它才会再跑出来，在那个程式就在后面的地方。所以刚刚文正的介绍，所以整个过程里面，其实让小朋友并没有输入任何的程式指令，他只要去调参数值。比方讲那个。这一块积木，那小朋友单纯只是要给他下一个指坐标，告诉他说移到什么地方去就好了。那所有在写程式的部分，事实上是都透过积木就处理掉了。那所以这是非常棒的，就是麻省理工学院开发针对小朋友学习 coding 这件事情非常棒的一个入门的工具。那借由这个工具，可以将我们在写 coding 这一个东西的门槛降到最低。为什么要说降到最低？我举个例子来讲。在学习语言或者其他语言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你一定要搞懂英文，好，因为最起码要看懂 if then， 要不然你没有办法写程式。那英文是一个门槛。那第二点，你搞懂英文了以后，电脑的语法它不像人，我讲说，先吃饭跟吃饭先，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你讲先吃饭跟吃饭先，对电脑来讲是不一样的东西。那所以它有一个严谨的语法，那小朋友在这个语法的适应上可能不是那么好。那这一件事情就是 Scratch 这件事情，就把英文的门槛跟这个语法严谨的门槛给降到最低。所以小朋友在学这个 Scratch 的时候，他事实上是几乎是零负担的状况，而且他会觉得非常好玩这样子。好，好。那吴生今天他用这个 Scratch 写了一个
层次，它包括大家可以看得到哦，就是笔电，然后啊电话板，然后再来一个就是电灯泡，然后再来就是这个触控屏幕，还有上面的 LED 灯，大概可以分为两大类，一个是输入，一个是输出了哈。而今天用到的绝大部分是输出，那所以我们就要邀请科长来帮我们这个做这个启动仪式的启动啊。那启动要点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刚刚文胜说 action action 要点什么？点什么？点绿旗。科长都很认真，然后我们点一下绿旗。我是特优科。哦，特优科很认真。帮忙的。那军教育平台，我刚刚在致辞的时候有提过，就帮我们把这个教材的部分上到军区，因为目前这一块的师资事实上在全国都还是缺乏的，所以通过这样数位教材，可以比较快的去做一个散布。哎，最后一个就最重要的资源，是我们的教育处提供了人力，就是刚刚介绍的来的邱文正老师，我们掌声鼓励一下。这个通过非常有名的这个。伙伴的、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太平国小的吕奎和吕老师，谢谢这两位老师哈、哦。我们不是只有接受别人的帮助，我们还可以帮助外县市的老师，就是苏老师刚提的、哦、好，那当我们这三方的资源都进来了以后，学校就能够开始动作了。所以邀请科长再按一下中间的学校。会发现它全部都会送那个讯号到这边进去，它变成亮起来。好，那我们要正式宣布我们的花莲创科教育全面启动，请大家掌声鼓励。所以我想很多在场这个客人就跟特优科还有其他科的伙伴，你会发现其实是跟控制这个电路板比你想象的容易很多。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加入这个创科的行列啊。但是桌上那一套是给小朋友的，所以等一下不要偷偷带走。好，谢谢大家。好，谢谢校长、科长以及苏老师、邱老师，各位来宾。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学生典礼，就到这边结束。哈哈，对。是啊，如果对连线有兴趣的话，你周边有很多老师是内行人哦，可以借这个机会的。请各位老师把握这个机会哦，现在在场应该都是县内这个创客的先驱，那当然也有一些有兴趣的教师来参加这个捐赠的活动。对，那啊、麻烦今天有意愿申请的教师、哦、就是请务必、哦、一定要帮我在后面的签到处这个签名、哦、那我们作为这个会后开放一个申请的依据。
那像这个现在这边是年底完成后是我们的交流的座谈交流的时间。那请各位就是如果刚刚有疑问的话，或者是对手上的板子有什么问题的话，真的很多人人可以请教。那也请各位就一边享用茶点跟茶水哦，来研究这个东西。谢谢。